嘿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他带来一期这个啊，对金木的恐怖游戏。好啊，现在哇，这服务器怎么那么多人啊？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六个人，好吧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旅程。哎，我走最前面，好吧。哎，我走最前面，好吧。哎，我走最前面，我靠，我不敢来，强哥进去啊。我操你妈！啊，坦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神奇的坦克。哎，谁坦克呢？我们神奇的坦克呢？我早知道。哎，这里面好像有弹药。我刷个弹药。那个门打不开呀、啊，怎么回事？刷弹药。哎，早上有没有钥匙之类的？好，刷好了。我操，吓我一跳，光了。这个你妈从那边爬出个僵尸。哦。坦克。给他一枪。吓了我一跳。哇，帅哥你好帅哎。给他一枪，看你不爽，看你不爽，这个帅哥。真屌。好，我好像在侮辱你呀、啊！我去，哎，我的对哈、啊，哎，这个是跟我一模一样的，侮辱你自己，哎，是你的兄弟，哎，哎，我靠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还挠了我一枪，应该给我打呀，出来呀、啊！好，这关这个关去了，煤炭水去，走走走，哎，你别打中我，这门为什么打不开呢？说明你傻呗。这地图好小啊！就这么完事了，这地图。哎，有狗洞，有狗洞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有狗洞，这边，这边，走啊！来呀、啊，来，来这里啊！有狗洞。走啊！对啊，厨房这里，这里。走，坦克，神奇的坦克，走，你带头。啊！你们等我，我卡住了，为什么一下跑到屋顶了？你谁在过来呀、啊？来，青少，你来。来，刚我穿了一下，看到看到下面好大，哎，来，轻别打给我，你出去吧，让我进去。来，我第二个，作为做视频的啊，就应该第二个进。哎，你们全部走开，全部走开，全部走开。跳蹲。我这又跳蹲，跳蹲，跳蹲。卡住你了。底下有个台阶。走，我倒是你们。全部走开，全部走开，别挡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试试。哎。那走啊，穿进去吧。啊、有人，你看我进。穿过去得了，穿过去。我说穿过去，顺着狗洞穿过去。这么鬼，让我进。好了，我穿到了，我穿来了。我也穿到了。顺着狗洞穿。这里有个楼梯，上去，骑上去体验一下。这上面有功能，这图肯定是有功能的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这上去啊，坦克。我卡了，我想上。开灯肯定会卡的。对啊，下去啊。哦，我打到你们了，你们别动啊。我听到僵尸声音。啊，箭头器，这有个僵尸，刚才也挂了，我没有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走开走开！僵尸算个球啊！好卡呀，这武器！我吃到一个补给，没当我好吧好吧，好吧，我们走啊！这武器是一十分潇洒。一砍一步十分潇洒，三步一。哎呦！我暴露给你看。哎呦！好卡呀！谁救我？后雷线。哎，这是哪？这怎么有血啊？确定是要下？对呀，确定吗？坦克已经在下面了。那我们就应该也下去。哇！这下面原来是一个。哎，我们是考险，我们是来挖金子的来的，我们是来找宝藏来的。我们是来闯世界。我们中了，我靠，让我打。好，吓到我了，黑黑黑黑还会中。他不怕被烧焦啊？都别开电筒了，开电筒很卡的。不开电筒看不清啊。玩恐怖地图就是要看不清啊。这回不算，我不开了。
好，现在不打。这下面有刺，过不去。往前走，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。哎呀，卡死我了！为什么走一步就要这个烟？你应该这么说，走一步砍一步，这里肯定有高人。还有猎头线。哎，这么说。我已经走不动了。就是说，这个黑衣人吓我，直接从那个爬下来了。那你鬼啊！啊，好东西啊！算了，我没血了。兄弟们，来来，我这边可以回血。阿里啊，阿里有狗啊！我知道，来，让我先进吧，让我先进吧。你进吧，亲。来，让我进，让我进。我已经听见高能的 BGM 了。等等，你跳了进来，跟着跳。卡了。走啊！走，往前。哎呀！这是啥？我下来了。俺们两碗两百多把说卡成这逼呀！我操！我操！对了，这不只有高人，还有怪啊！走，坦克，我跟你走，他们兵分两路。走，跟我走，兵分两路。走。没有死。哦，shit！ 哎，你后面有个怪。哦，打死了，不行。这门打不开，上去吧。没人呢。这把开不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靠，你们人呢？我帮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他。群主的网络，服务器。四人多人卡，来。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人？哎，我的医疗包呢？医药，我靠，都得涂。因为群主相信你专业。哪都不懂。去死！你们人呢？哎，好，在这儿。你们在这儿在干嘛？搞盖啊！你看人少了就不卡了，人多的话卡死了。我跟着小学，我你们人呢？我们兵分两，我们这回彻底兵分两路了。我和小学生在一路，哎，我和小学生在一起。走哪、啊？走吧，学生，走。你他妈刷墙了！我操，这么牛逼！对。你刚我看到你啊，你又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我。为什么服务器就我们两个人了？对呀、啊。我不走，群主。这我那不是刚去过吗？你又去，你闲得无聊啊？哎，我看见一个人，我要过去。站在那别动了，那谁？哎，我看，我找到你了。我们现在彻底分散了，好吗？这是谁？站在我面前的人。哎，我听见你们的枪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哎，这边打枪，快点过来！哎，哥你好，不用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上去。对呀。啊，我好卡呀！群主帮你那个人。哇，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多人、啊？你们出去两个人。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那个、怎么那么多人啊？这出去。你先把人
那啥子还不卡？这楼梯怎么回事啊？这楼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可以这么走。哦，这个被打死了。哦，这怎么走？跳过去喽。那个是什么？老师卡了。这个没改名的给踢了吧？太卡了。哎，我不打了。谁是没改名的？就是那个，我告了。我他妈现在在一个箱子里边出不去了。受不了！啊，我真受不了了，谁来救我？要不卡，要不谁来卡这个？对呀、啊。那是发 KU 吗？哦，是。发发发发发发。干嘛？这什么？这 KU。来。我要呼救！喂喂喂，有人吗？有人吗 ？Hello Hello。这里有密码哎。哎，走了。这个密码没哪里，走吧。哎，走啊！不能开飞了。现在我坐好点了，不卡了。你打我一枪，不好意思吧？打了我一枪。兄弟，我被困在一个箱子里边，出不去了。又卡了。至少你哥找不到我哥了。你们在哪呢？你枪呗。这人是谁呀、啊？啊，这人是谁呀、啊？发克又。除了我还有谁？这密码门怎么搞啊？那个密码门。来，你们跟我来，这边那边有个密码门，我和坦克走的地方。别说，这门不可以，只有那个密码门了。你们过来，这边有个密码门。然后就是这边有个密码门。我卡死了，我卡。我为什么不能自杀？为什么？这里出不去了，这好像是那个密码门，那个密码，是不是你没看到吗？就是这个，这里啊，原来是这么玩的呀！你在逗我吧？师傅，这逗我？这就是个补给是吗？兄弟，师傅，太少了这地方。你们出来、啊！我操，这好多僵尸啊！干嘛？出来！我操，这僵尸够多！哇，这一发都够！哇！怎么那么多啊？我把我卡死了。玩躲猫猫吧，兄弟们！一走一步十分钟。哇，这 POS， 这个老大最难缠了。好怎么走？哎呀，你吓到我了！谁咬了我一口？老子抓死了，老子打死你！我靠，我要死了！全球定位红外跟踪日效应临时反应打进游戏了。哎，你们要不要防护衣啊？防弹衣。
很爽的。No， 这地上全是，这个电池全是防护衣。是跟我卡在一起了，这里。坦克女人呢？啊、哦。哪里啊？走，咱们出去看一下。你这个门开了。Oh shit！怎么了？你被拉了。都死了。哎，再运一枪。到底？一走一步，一走一卡，十分潇洒。三步一步，十分有型。好在这是吧？其实不止这么一点的，还有很多，我忘了。没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操！这真是。你们去哪儿了？快点进来！啊、哦，真卡！我出，我出，我找不到你们。哎呀，我卡上就找不到你们。卡死了！我一点都。我踢点能出去。那个是没改名字的，没改名字的有吗？你们新打过一个？别挡着门啊，坦克！那个什么怪，是浮在天花板上的怪。你们是不是打过那个怪？打过呀。哎，那我来接你，来过来。上面有个门，你看见没有？哇，好，这我问。你来呀、啊！那、嗯、算了。我上面有个门，我把门开开了，做个标记啊，你往那边走就可以了。我找到钥匙了 ，nice， 黄金钥匙。走走走走走走。需要走三桶汽油油。还差两个钥匙。我要死了！哎，别打我，我就剩一滴血了。你不会，你那时候毒药加一加会慢慢加。没事，我有这个半条命二的那个防护防弹衣，死不了。走，有钥匙。有钥匙走了。这里需要三桶汽油，开这个门。三坨汽油。我只拿了，我只拿了。啊、走吧，这里不是还有路吗？来下面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啊！你们有没有出来接我？自己不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。我怎么丢的？你是怎么丢的？我在想。哦。哎、我找到了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不用，还差一桶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第二条路了。哪里？好卡呀！一走一步，十分潇洒。主要在这里乱杀，拿到没有？我走到起点了，到底在哪儿？今天在一个有巨石的地方。Hello。哎呀！好卡呀！哦，啊，找到了，三桶汽油，三桶汽油啊，走吧。哎，走了，这个，我找到三桶汽油了。
的 hold， 别打中我，我是这区的 VIP。好的，小学生贴了小学生吧，小学生坏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打怪了，打他，看到我就揍他。楼梯怎么来了？然后呢？等一下，那边有个狗洞，来，我来跳头上，去走狗洞。快点呀、啊！我顶你们，我顶你们呀、啊！来来、啊，丢了一丢丢了。好，上来了，开门了，来吧。好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穿过来，穿过来。好的。哎，青少，我操，这有打呀，我死了，我好好躲。哇，这里的僵尸不是一百点多、啊、那边僵尸好像全被我炸了呀。